28岁的王鑫身高1.7米，体重却达到了344斤，因为过于肥胖，4岁的儿子拒绝和他一起外出，爱人也走了。8月11号，王鑫在医院接受了缩胃手术，他想通过此举来让自己的人生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。据了解，为了换回离家的妻子，王鑫决定接受手术减肥。他说：“我不能倒下，我要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。”